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祖美。拄伫一礼拜前，台湾发生着一项真大代志。赵明义勇军的领队蔡丁贵教授，伊予警察为车顶甲伊拖落来。蔡丁贵教授，伊是提倡非暴力抗争，伊为着救阿扁啊，为台湾头行到台湾尾，佮行转啊到台湾头，拢总用36天的时间。而且，咱要用真正感动、感谢心情，先为即届参与的所有的人，致阮最大的敬意。同时，咱也是用真严肃的心情要来讨论这项代志。蔡丁贵教授，伊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洛杉矶支部的名员。咱即马伫遮有邀请到洛杉矶支部的支部长张林博士来到咱中间。张，你好。主委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咱同时也有另外一位前的支部长 Andrew Su。 Andrew 你好。主委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张，你会当讲为即届吼，就是讲咱蔡教授你这个救兵义勇军的行动是安怎开始的，还是说你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稍说明一个分享？好，我们知道蔡丁贵教授一直在做非暴力抗争的运动，他强调的就是说非暴力，以前所有这些反国民党的团体拢给国民党一个错误的标签，就是这拢是暴力的团体。所以蔡教授伊强调的就是非暴力抗争，伊的关系甲警察的关系，就是警察了解讲，因要诉求的拢是要用非暴力的方法去诉求，所以这边警察伫凯达格兰大道的时阵，伊嘛拢无早解释，因为过去蔡教授咧做的行动的时阵，因才真了解讲无啥物需要烦恼的，所以这边蔡教授去予警察位车顶。去予救落来，实在是一件真可惜的代志。哦，是啊，Andrew， 你敢有一挂 information 会当讲，甲阮 share 者，即个关系着蔡教授，即个全台湾苦行啦，因咧讲是苦行吼，拢总用个时间，也是讲人。我会记得我看到，伫网络上看，感觉讲。那个人不是讲差不多几十个啥，敢那真少，予我感觉讲有点安尼，真正冷漠，是不是台湾人的社会真冷漠？人引起袂一挂人对这个司法的不公，还是讲医疗人权呢？无注重，你敢有无同款？你有你的看法无？啊，这个36天的反堕酷刑，伊的方法不是。所有参加的人36天拢伫遐行，是一站接一站接力安尼落去行。所以你若对花莲行到台东，就是花莲到台东即个经过所在的乡亲，伊主动出来参加，所以你迄只看的500个、800个，就是伊经过即个路线。会乡亲主动出来参加，佮过你若对台东佮行落去下站，是伊迄个乡镇的乡亲出来，所以你每日看虽然是800个、500个，但是无啦，我几日看，每日看无到800、500，我感觉很冷漠，台湾人是毋是很冷漠啊？但是你安尼徛，这就是伊最大的目的，要互。每一个乡镇的乡亲知影这件代志，但是来到台北的时阵，静坐以后，所有台湾各地方的，所以会当来参加。所以你会讲个800多人，就是讲每一站所有参与的
是当地。会走路的人，大家拢做伙聚集在台北，大家凯达格兰大道，所以伫遐拢总差不多有800外，就是安尼统计就对了。啊，因中间是毋是有讲食较大？你敢知影讲因食较大拢伫啥物所在咧？即届考型是蔡天贵教授的李永军含台湾中路教会。陈国忠甲林鸿清牧师合作，所有经过的所在，拢是由台湾中路教会安排计名带属。哎，咱直播长，你有搁一寡较新的 news 啥会当甲咱观众朋友分享？这蔡教授这边的行动是这一两年来。台湾较大的一个行动，因为伊安尼起来，所以加减啊，甲一寡声势扭起来。你是讲像最近这个民进党在讲火大，这个行动，甲这个蔡教授的行动是毋是有关系？是毋是蔡教授因一个会点会开始？有的，无唔对，我有安尼感觉。有的秀出来啊，安尼就对啦。我有安尼感觉，因为伊这边伫凯达格兰大道这个抗议，嘛引起这个民进党开始计划因家己的这个示威活动。哦，听伊讲，每一日的这个食饭吼。就是讲，你是为个人个食饭钱，到底遐个捐款是安怎来？恁安助理敢知影这方面个代志？你本来是为就是讲，政策要继续政策，将政策甲买政府将淡水变放出来。每日政策个计划是上少500人以上。但是平均拢超过500人，一般大概伫800人左右，所以一日的食饭钱，一个便当50块，你一顿就知影偌济。但是乡亲真热心，一日会当捐款收入大概有200,000，所以这个经费来源，因为乡亲感觉这个运动真有意义。所以目前来讲，从经费无虾米真大个问题，这是一个真欢，会当予咱真欢喜个代志。所以这嘛，予咱感觉讲是一个台湾人，毋是像我咧想个，我看着讲很冷漠。事实上，即摆听你讲起来，嘛是真热情啦。啊，咱个有遐尼济兄弟姐妹，听伊讲上济岁也有83岁，嘛出来咧行。无唔对，吼、哦！你有搁有别项，咱即摆伫遮讲无的，你有搁新的物件，通甲阮讲一下无？我想因为即摆这个马政府做甲实在足歹，啊，伊遐个官员拢干那咧想家己的福利，所以足侪代志人民拢有一挂行动，啊，所以即摆蔡教授的。这个行动以外，还有一些反媒体垄断，这一些学生还是社会人士的运动，啊，台东那个环保的议题，那个美丽湾的这个行动，和一些那个独立音乐的人，现在大家都对这个政府很不满的，都要起来跟他们甲抗议，互伊知影讲诉求，人民咧想啥，但是看起来哪像咧甲空气化声，即、這个政府都拢秘伫办公室后壁，拢无出来反应。Andrew， 你有？即个蔡天贵教授的义勇军最大的诉求，就是对阿扁啊的迄、那个。人权、甲司法、甲伊个保外教育为主题，但是
伊安尼出来做以后，其他的社会团体，都个因为这个火点开啊，所以其他的社会团体有呐插入来开始要做其他的诉求，就是他都啊让共轨遐个代志。所以这是一个趋势，起势作用加带头的作用，对台湾的社会有真大的贡献。所以这个非暴力抗争里，已经在台湾引起受到注目，也受到重视。咱台湾现在社会问题有够多，咱嘛欢喜看到讲，蔡定贵教授以这个非暴力抗争引起到一个火种啦吼。所以像蔡教授，以这种以二三年外来用非暴力抗争，用真谦卑的心情，伊看到讲最近这几年台湾敢那无啥物社会运动，民进党敢那嘛无啥物行动力。啊，最近咱欢喜看到讲，火大嘛要开始有行动，真欢喜。咱希望讲台湾人，大家为着台湾，一定爱顾咱的台湾。让台湾永永远远是咱的家乡，咱袂当让台湾这块土地去甲中共合并，咱一定爱离，差嘛讲袂落，什么？你较快去甲接做伙。不要讲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最后三分钟哈，那个来宾1人1分钟。各一分钟。来宾1分钟。哦。现在面对镜头了。嘿，徐部长，你会当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甲咱观众朋友讲出你对这届蔡教授的非暴力抗争你的感想？咱。我甲恩主这边来遮，上大的原因就是，阮要成员蔡教授伊的行动，伊的微博的抗争的这个行动，这对所有的人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方式，去互这个社会了解讲，咱的诉求是啥。啊，唔是要用暴力的方式，甲个警察去抗争。啊，咱要互警察知影讲，咱要做个代志。啊，咱同时嘛爱互参加个人知影讲，警察因嘛是咱个朋友，所以两边拢有互相了解，所以。安尼要互这个政府看到讲，人民在做啥，人民要爱啥物。安主，你会当用一分钟的时间？这个蔡定贵教授这届的苦行甲抗争的主要诉求，就是对台湾人，所有台湾人，唔是干那阿扁啊一个人，的人权、司法。甲社会公正提出的诉求，这就是对台湾其他社团的启示。你劳工社团出来抗争，就是为着你劳工的权利；你民进党出来抗争，是为着党的生存出来抗争，甲为着台湾人民出来抗争。这个启示是真好。而且这个开始就是非暴力的抗争，这是咱将来爱面对、爱为咱家己的权利、家己去打拼的方法之一。各位观众朋友，台湾的局势是予咱感觉愈来愈烦恼。四年外来，予马政府的执政的成绩，日本管理经济方面一直直直落。在政治方面，也是集权、白色恐怖，佫开始一直走出来，甚至比古早倒退差不多15、16年的时间，
咱足烦恼讲，台湾这块土地是毋是有一天会去予中国并吞？咱无爱看到这项代志来发生，咱伫遮用骨足真感谢、感动的心情来感谢蔡廷贵教授，伊过去三冬外来，伊用真谦卑的心情，用非暴力抗争来引起台湾即马即届发生的代志呢，予咱会当提醒，予咱民进党大家会当讲希望台湾倒来，咱老百姓做伙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那是咱永远、永远的故乡。多谢，多谢主委，多谢，多谢，多谢。